怎么在翻垃圾桶？谁？是谁？你怎么在翻垃圾桶？你流血哦，你受伤哦。对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还好吗？你是谁？我是新搬过来的住民。哦，你要不要买台脚踏车啊？你有钱吗？我有车车啦，其实。你有车？新最便宜的那种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哦。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救人，你陪我去救人。哎，还是你要去开车？因为你顺便载他去那个，来来来，你这边，来这边取车。可能在拖吊场哦，是哦，那你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存车啊，不行，我的车啊，等一下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你这边等我。安安，蛋呢？来，你上车。上车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等下顺便好的，带你好去的。拖吊厂。哎，你有看到尸体吗？我没有看到哎。等下，我去问我学弟。等一下，我去问问看。哎，思明，思明，哎，思明，思明，哎，怎么样？你刚好接到那个吗？刚刚有人倒地不是吗？哎，没有，那是我测试的。哦，好。你知道吗？情绪在会垃有圾问桶题里吗？面保存那个食物，保存期限可以比较长。你放在地上这个很容易被风弄到，还会沉弄到，你知道那吗？我带你去拖吊厂哦。我怎么跟阿喜穿一样？我跟你讲，我没开台就是穿这样，然后结果开台之后又变说阿喜一样，我等下就换掉了啦。我很早以前 GT 也有穿这样子过啊，只是男生的衣服太难挑了。你有领过车吗？有。好好好。
没有保特瓶，看什么车啊？怎么了？车怎么不见了？好奇怪。也不在吗？对啊。你车库也没有啊？他是写脱掉中吗？还是什么吗？我没觉有，得我刚刚在车库的时候，车库的时候嘿，好他像上，也都没有写，是不是？你没有买哦，到那是不是要去买？啊？好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因为昨天有政府有金融海啸过一次，哦，难怪。哦，那带你去买啊。没有，还是旧的。这个只是之后会用这个模式玩那个啦，第二季。那现在还在算是还在测试，啊，稳定性什么的，就是现在就是慢慢挑出来，慢慢修。有看到有那个捡垃圾，我就觉得很好玩啦，就不会很无聊了。好啦，送你到这啦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慢走，慢走。哒哒。有，看一下哦，去找变态玩。好啊，去问油去哪买啊？而且现在油不是听说很贵吗？问一下。没人在。现在是不会显示油库位置啊，所以是之前。加油站，我记得还有啦，只是不会显示出来啊。我想一下，我记得我没有在记加油站的欸，要修哦。我想一下哦，边下去。哎呦，其实不用绕这么远啊。想可以啦，等一下，现在没警察啦，有警察就要乖乖的。昨天晚上就抓超速抓逆向抓很大欸，超正常的欸。我是不是迷路啦？我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迷路了欸。等一下，加油站在哪里？加油站，你在哪里？对啊，我觉得我是不是过头了啊？所以我会到莱斯特家欸。而且我再想想，莱斯特家就在警局附近啊，都不知道在干嘛欸。我就应该在这边吧，这边有个加油站。你知道，我的车快没油了，完。淡了，老天开台了，要不能闯红灯了，要是快没油啦，救命救命啊！
快没有啦！这是哪一国？回答啊，香港。快没有啦，撑住啊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好像就在前面了，撑住啊！本王，哎，是谁？麦乃吉特，哦，是那个吗？那个谁？那个教我打LOL的那一位吗？还是魔力的？定速会不会耗不掉？不是重点，是我现在前后前后你们在看吗？哎呦！哎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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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澳门哦，我没有澳门的那个啊，机票啊，去玩一个就好了，扮演太多好累哦。啊，然后嘞？啊！就一般垃圾桶啊，好了，翻一下了。好啦，我这一台可能人比较少看啊，不过要跟你们说，去其他台啊，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。你们的爆雷行为或是控制实况组的行为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们有可能被 ban， 不，你们一定会被 ban。那再来就是你们。看的那个实况组也可能会有连带责任，就是你可能会害他不能再玩。我怎么买油了？啊，也是要买啦。你可能会害那个实况组不能玩 RP， 所以你们的这些行为要注意哦。可以啦，我跳那个啦，就是3000块，只要跳两次就赚回来了啦。欸，好坎坷哦，刚就直接来这边就不会那么累了，对吧？就是昨天开会讨论啊，因为太多人，就是我们蓝椒一 KO 他去都会有看那个看台，然后就是有说有人都是会爆雷啊，我们都有爆雷区啦，他只是说你们这样的行为，欸，我怎么拿枪出来了，吓死人哦，你们这样的行为会造成说。会害你自己失去发言的权利，也会害你所喜欢的实况组，或是你讨厌的实况组，也不能这样讲啊。反正就是你会害那个实况组，如果处理不当的话，你会害他玩不了 RP， 因为也是说没有处理得好，也不能说处理得好，因为有些人就是硬要爆的，那也没办法啊。但是你至少有处理过，但是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害我们没办法玩了。耶，油箱满了。对啊，因为有些人是直接抖内的那个 Google 姐讲话就会直接爆雷了，这是最夸张的啊。啊，至于也有私讯的，私讯爆雷那也是很好很扯啊。感谢 follow， 你们是谁 host 来吗？还是就只是来看？我要去找变态玩。然后说我穿得很像阿喜的，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是挑衣服，挑这么多人，我挑衣服挑超久，但是就是 只剩睡衣适合我现在受伤的情况穿。我问你哦。Hello, hello. Hey, 什么事？啊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刚刚买了一台脚踏车。欸，真的，他们说买脚踏车比较好。我刚刚就是在你的时候，我的油不够，我刚绕了一大圈，差点没有油，跑到加油站去。哦，真的哦？我刚刚就是剩下8%的油量，我跑了1公里吧。哦。好险哦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可以啦，你是医生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都包成这样子了。
因为你前面有那个啊，听诊器，没有啦，我想说你会说啊，我就开救护车啊。没有，可是你为什么受伤？我被这里的局长打的，他为什么要打你？这个怕讲完之后你对他印象不好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前一阵子啊，哎，刚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在路上，因为我的同一个，车同子一不个，见了，我在路上跑，我被一嗯。个叫阿公的人捡到，他就带我去认识这边的环境，他讲了好多局长的坏话，他就说局长不好，他说谁都不能信，他就说他最讨厌警察了，尤其是那个叫小夫的，最不能相信他。哦，阿公有对你怎样吗？没有啊，他就说他很想念他的孙女，然后他就说他的孙子好像就是往生了，然后他很生气，然안后说，녕，안녕，안녕하세요。你好，嗯，你他好，叫金变态。나는김변태입니다。金变态你好。네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有。我叫林杰一。林杰一，为什么你要叫杰一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爸妈取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叫变他态？常常杰你的一吗？不是啊，可能我林爸妈希杰望一，我能够温柔婉约吧。温柔婉约。对。真温柔哟。可以跟你要电话吗？怕哪天要联络到你的时候，对，我有时候也可能会遇到要用电话的时候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可能要叫你回诊啊，需要对用啊，到。嘞，啊，你回诊什么啦？我有时候那我个的电话是505，505，好，那下雨了，进去进去。解一，对，解一。破作业解一。打这个零，然后干请我收到简讯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有，你要不要进来？下雨会感冒。变态，你会拿雨伞吗？变态，不会哟，来，我教你哦。好哟，你的小米手环上面有个波浪符，你按住它，按住它之后往那个旁边按，滑一滑就可以看到了。哎，对，就可以再为你撑伞了。手机是不是出了问题呀？你怎对么呀，了？我之前跟阿公还有点点他们要的电话不见了，哦，对，会这样子，所我以也很要多重电话新都不换。见了哟，真的对哦，啊，一定是那个种花电信太烂了。其实我忘记那个歌怎么唱的哟，小心肝你记得吗？最顶呀，钓几支小雨伞，啊，几支大雨你们怎么有伞。伞呐、啊？我刚刚有教啊，你就是你的小米手环上面有个波浪符，你按下去，然后往旁边移，就可以看到你有这个东西了。对，还有麦克风啊、平板，现在下雨就可以不怕淋雨了，真棒。棒哦！对啊，你要跟我一起去雨中散步吗？哟，我们去捡垃圾啊！可以啊。哎，去捡垃那圾啊！好，我们捡垃圾。为什么我们要在下雨天捡垃圾？那你要唱歌吗？我其实不太会台语歌，你可以唱吗？我听。
我不要，我刚不刚已经学。很，我刚刚很害羞了。那解译你会唱吗？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什么。我没有很会唱歌啦。没有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听友，你可以再多唱几首吗？哎 这边本来有个，哦，在这里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姿势好丑哦！谁？翻乐色的姿势啊，屁股你怎觉得么屁这股么很翘？翘吗？这让我想到有一个有一个上上帝，帝，他对不长得好对？像很翘哟。对不对？啊，完了完了，雨伞坏了。同这一不个是，对不对？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雨好大哦。对，我在梦中有一个人跟我现在的这个姿势有点像哟。我的雨伞怎么会这样子？要重新拿一次对，要吗？重新拿，好像不能拿垃圾了。那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可能要把伞收下去再打开吧，你的伞好像卡卡的。对，然后再我拿跟一你次，讲，我的雨伞不见了，再所拿出以来，你再可拿以出跟我一来。起撑一把伞吗？哎、欸，你跟我撑，你好跟我好撑，啊，我的雨伞借好，你，如果我你跟不杰介一意撑，的话，我的好，伞我借不你，我介跟杰意，一撑啊。不然我就勾着你这样子。不用勾着我，没关系。我的雨伞不见了，我的雨伞不见了，谢谢小心肝，小心肝，我觉得这边的雨伞比较香油。我们对，走，我们走，不是，杰一走，没撑哇，到雨伞好伞，大哦！走，我们去里面，就没撑到伞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的裤子不要湿就好了，小心哦，我怕你们会淋到哦，会感冒啊。没关系。哎，变态！有没有很讨厌我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对我很好哟，但我很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啊，有时候可能会看到杰有人，伊，你几岁？你会不会问我太二十多哦？五。星座、血型。你妈妈都喂你吃什么？吃饭吧，怎么了吗？你知道你长得有点高挑吗？比我还高哟。我想问问看，你妈是不是有给你吃那个《灌篮高手》第四代？《灌篮高手》第四代就是可以长高的那种那个零是点什的么？药物哟。我可能是因为穿高跟鞋哎、欸，吧。变态！又发现这边停车的很多啊。你怎么突然喉咙变这么小声？喂，哎，对，好了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喉咙变三分之二，我觉得你可能是有一点感冒。没有啦。不是，我是问说怎么，你不觉得空车很多吗？连对里啊，面为都什有么？停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刚杰一在这边的时候就发生这个，我以为他买太多车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这个是有人故意停在这边要我们开的。哎呦，我一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空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说停车场应该蛮正常的吧，就没有想太多了。这之前都没有啊？怎么你在这边就有？你是？停车场管理员吗？没有啊，不是。有人说你长得很高吗？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我们两个吗？为什么长得有像没你有们两变态？他个？们很像你？为什么？你能看？你看一下你们自己啊！你们站一起，然后有没有超像的？你们面对我，然后自己看自己。两个超像哎、欸，不像我又没有内内。脸呐、啊、又没有说，哦，脸也不太像啊，不太像，不太有像，点我这么像呢、英欸。俊。啊，你是说他不美丽哦？很美丽啊，美丽啊，美丽的结义。谢谢你，谢谢。那请问你在这边是医护局还是在做什么工作的哟？不然怎么会跟小新跟在一起聊这些天？都是。那因是同为捡来我的。刚回国，我从机场过来，然后我想说回车库领个车，啊，我可只乐是要在喝这可里乐打才对，工而已啦。可乐。哦，对啊，然后啊，so。
我就遇到小心肝了。我那时候看到他在翻垃圾桶。对不那你想做什起。么工作？我本来想做医护的，可是院长说人好像是太比较是额满了这样。对啊。那现在呢？那你现在如果没有医护局，你想做什么？哎、欸，院长早！那哎、欸，我可们可以能进做我女 VIP 朋吗？友哟。诶，没有，你一定是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很对，幽我开玩笑，我默开玩笑。你觉得我真的有这种职业吗？木有这种职业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哟。哦。这阿公好像叫我去修车厂。修车厂在我会哪去，里？我会哪去，里我可会以报去。名？哎、欸，现在没有修车了，修现在车没厂有，倒了。真的哦？那现在有什么？镇医院、警察有，啊、靠！我怎么全讲话？哎 欸，小猫上来，上来，快点，我们一起捡垃圾。小其猫，快实我点！是觉得啦，如还果是你真要的出没有门别的了？职业，你可以想想看刚刚那个其他的职业。你可以当一日女友，对，做不是一直是永久比女友。较对，就是对对。哦，开玩笑开玩他笑，身上很多钱，我没有钱，啊，你花掉了、哦。哦，都木有了，哦，这些车都我买的，我买的。你屁啦！买这么多车放在这里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海啸之后，我去翻那垃圾你桶，我有总打共算翻去了那三百边零再一个找保特瓶。其他职业吗？小心肝，你知道还有哪里可以找吗？有。找职业现在好像没有工作了哎、欸。政府倒闭，对啊，总统，副我睡总统，觉对不起。一醒来，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哟。对，大家都罢工罢一罢，就很多企业倒闭，剩医护警察了。所以现在总统是丁守中警官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是谁？现在变得好混乱哦。没关系啦，可以想想看自己想做什么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嘛，对还可以打啊，工啊。那我想做你男朋友。哎，这个你。我平时是不打人的，但是。你可以打他，我平时没关也系。不杰这一，样你子可的以打哟，他，我可以因帮为你。我现在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杰哟，一，你可我以真打的。他，我可以治疗他，不收钱，没关系。他如果对你性骚扰，你要报警哦。我木有，我没有碰他，好。我没有碰好他，像没有。可以报警看看啊，喂。他这个人还没有坐过牢。真的哦。我做过哟。你有做过？你不是你为上什次么跟我坐说你没牢？有？你是不是又性骚扰别的女生？木有，是之前老板娘说带我出去玩，结果玩一玩我就在监牢里的哟。真的哦，你为什么？对。一般市民不太容易坐牢除非他做坏事。没有，我们去玩，哦。警察抓小偷就进去了哟。是不是在挑衅警察？没有，不木是有啊，我 EP0 怎么啊，可能挑得衅更警新系察？统而已。真的哦。小猫要不要上来？我们来捡垃圾桶。为什还么是医你等生下你出穿的去？衣服那么可爱？那是睡衣哦。他爆炸。对啊，我这次睡衣跟你的结衣不一样。你讲什好么？幽默哦。哦，你要剩30分钟，哎、欸，你快到台北跟所我以讲，我就住出在这门。边的大家都跟你们一样幽默吗？只有你第一个说我幽默、欸，真的吗？上次有个人还个宠物，那个宠物是猪，他说我先还猪，我接个格格，我就被院长打。你好皮哦。所以我就说你是第一个说我幽默的女生。院长，我有遇过他，他上次说叫我姓什么玛丽安娜，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要吗？我身上有。他说如果不开心的话，就姓阿丽那个玛丽安娜叫就好了。有没有看到那个？那个就我有是，看到，就是他那那个个。就是我们的圣物。还开了一台对啊，大马那个是车，宣传车。那个不是大麻车，那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宣传车。哦，
这个不是毒品，这个是合法持有的药物，你可以真的拿没关系，这个警察不会抓。这个用得适当的话可以舒压，啊你怎么记不不起是，来？那现在不是换总统了，所以到底持有这个到底会不会怎样有？现在你搞不好持有可乐也会被抓，你想可想看，乐，肥对宅吧？快乐水也有问题哦。对啊，你看你翻垃圾桶捡到可乐你就被抓了，哎为什么你有餐盘？诶？好厉害哦！你不大行声出呢，来这个是不的，是有问题？哇！我这是我们的信仰不够。你想象有那个一个波浪，然后那边有一些动作跟食物什么的，你试试看。想象一下不做是，这我现件在事，想怎么捡起玛丽安娜。对，我在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湿掉了？是不是因为下雨啊，它湿掉了？哎、欸，我有大麦克薯条哎、欸，你有大麦克，我有。你有平板啊？不是，他在玩手游哎、欸，哎。你这个，我有魔力宝贝 N 有。可是我不行，魔力宝贝。你太工伤了哦，要说魔力宝贝 W，可是他们也没找我工商游，我是哇，真的在玩。哎、欸，我那真在的双很子可伺怜。服器，我玩的是传教士，我想要有一个熊猫，所以可以找我工商吗？有。你好可怜哦，啊，可对，以出那去了，雨停了，啊，怎出么还去是捡不起来啊？哦，对，现在可以趴着走路了耶，可以转弯了耶，你看，你在干嘛？有吗？有吗？有什么？有吗？有吗？我刚刚看到你好像是飘，有点哦，真的看，假的？所以跟他一样吗？他怪怪的。哦，那哎，不他一怪样怪的啊！啦，好，他本来就很怪他一直想要仰卧起俯卧撑呢。啊，他就很奇怪哦。要旁边的人离物品远一点哦，这样吗？哦，我会了。刚刚我们靠太近了，所以你拿不到东西。所以你还要吗？这个，而且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捡垃圾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不会不会，那我改变别的印象。你是穿着可爱睡衣的然壁后扔虎，给你大麻这样子。对。他怎么不见了？他是不是摔倒对，了？哦，你在这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你看嘛？不到我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在你干刚没嘛？看到我在哭，你干嘛？小心肝，你还好吗？哟哦你在干什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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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么？不要哭啦！你是不是头也想跟我一样啊？而且下雨了，那个墙角都脏脏的。我在喝雨水，现在水好贵哦，你知道水很贵吗？水很贵哦，多对，少现钱？在好，我不知道，他们说很贵，结果都去翻垃圾桶捡吃的喝的，你要不要捡啊？就是现在听说物价都涨了，那所以我们都是靠捡垃圾桶的东西来吃来喝。不是，啊你有你有工作，我们两个没工作。你说你捡垃圾桶，那我们两个怎么办？你不要捡垃圾桶，跟我不们抢是工啊，作好吗？有。我可以分给你们吃的喝的啊，我是医哦，护诶。我佛慈悲，那你可以给我吃吃那大个便呐、啊，你不能胖吃老太爹吗？好。我想吃胖老爹。你捡得到，我给你吃啊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可以分食物给我们？要捡得到啊。啊，你现在是真的没吃的吗？我丢地上喽。不要了，我有了，你给他吧，他感觉比较需要，他你有感觉吗？食量比我大哟。我食量没有那么大啦，啊，那你要吃胖老爹吗？我有。好啊，你刚不是说你没有胖老爹？你要吗？我丢地上哦。好，我要胖老爹。
你看样子像不像胖？哎，杰伊，你远一点，他才能捡。这不是胖老爹，这不是胖老爹。他长很像啊！哎哎哎哎哎！你脚上是不是有蜘蛛？你要跳一下。没关系，蜘蛛很可爱。我的头，我的头，我的头好晕。我本来想说，小猫如果提早来的话，啊，我就提早出门陪它逛一下。不然我觉得，如果约那个时间，然后那个时间我去搭车，捷运上一定很多人。那个无线电好像有特殊的东西，可是好像不知道去哪里找哟。哦，无线电只有警察跟医护可以用。梦游梦游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我看一下哦，哎，声音变小了，你是不是喉咙变小啦？哎，有。这样呢？没有啊，我说变态的声音啊。哦，金先生的声音哦。金先生，那个无线电就只有公子可以用啊，还是谁？对啊。哦，那时候。哎，上帝吗？绕赛点点啊。是吧？哈哈，你认错人了，你完蛋了，你要被打了。赔钱。你的鹿角嘞？鹿角赔钱。鹿角嘞？赔钱。指鹿为马。只记得为点点哟。哦，木有木有木有。啊，我怎么又听到基德讲话啦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听不到他讲话？点点，记得。哎，我真的听不到哎。我也听不到哟。他嘴巴在动，结果听不到吗？啊，有了。啊，他在骂你。啊？没有，我刚那个不小心悄悄话了。哦。有没有在讲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什么点点什么的？没有啦，他刚刚说你是点点啊，是你的鹿角嘞。我说他是基德吧，然后就安全帽拿下来，认错人了。哦。啊。那个基德，为什么这边这么多车子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市民停的啊，怎么了吗？哦，有人停车在这停车场很正常啊。好像也是呢。对吧？我就说了吼，停车场本来就有车啊。小心干。哎。你讲多话一点哟，我听听看我的喉咙有没有耳屎哟。你说我讲话吗？哎，啊，啊好啊呗。不是，你讲话不要啊啊笑。哦。哎，欸，啊，我要讲什么没？你要跟我聊天呐，啊啊，不然你唱个歌。我不要啊，我就是不要。刚唱两只老虎，你可以唱妹妹背着什么的。无敌铁金刚。不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什么背着什么东西哟。可是妹妹背着洋娃娃是一个恐怖故事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忘记了，你听他的歌，他就是很毛骨悚然的啊。啊，你刚刚说测试什么？金先生，你喉咙不舒服哦。先生，哎嘞，啊，你怎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要测试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梦游梦游，我好了，我好了哟。哦，你好了。看我喉咙有没有耳屎？不对，我的耳朵有没有耳屎哟？我帮你好了。啊，我帮你看看。我刚用手机查了一下那个关二哥的危机啊，我想说念一段关二的歌的给你听。来，你请开始你的表演，都查了。没有，你都测好了，我就不念了。来，没关系。我想说，哎，念个关二哥给你听听看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因为他们都说政府政变了哟，所以现在是丁守中当上总统，还是谁当上总统哟？有吗？没有啊，就突然大家都罢工啊，都倒光光了啊。
么叫大家都倒光光？不是，就车行啊，计程车行都倒光了啊。还是有计程车啊？哎有哦，啊你怎么说没有了？他们只是没上班而已吧？啊，我刚刚又去买一台计程车哟。对啊。我想说那台计程车你怎么会跟我讲说没有了？不是，啊你会接计程车任务吗？不会哟。你要打开那个55688，你就可以接客人了啊，他们会发单给你啊，会不会？不会有。那个，你想象一下，你的键盘上有一颗 delete。他有接过啊，我看他接过客人啊。那个台湾大车队就会发单子给你哦。哦，阿拉手，谢谢你哦。你不是有接过客人吗？不是，之前接过客人的标准跟现在的标准，这个政府好像比较不一样哟。之前那个55688好像是在 F6。对，所以你现在上车按 delete 就可以发派中心就会发单给你了哦。好，阿拉手。啊、你们会赛车了吗？不会哦，还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脑中有人找我。脑中有人找他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地图上有那个狩猎营地、欸，那是打猎的哦、喔。没有去过哎、欸，我怕被山猫咬。山猫好凶哦、喔。我曾经要去救一个人，我是等到山。